九月新手册终于快上线了，今天我们就来抢先测评一波。第一个皮肤呢是新霰弹枪的，融入了森林的元素，就连中心的那个 logo 我都想直接给它换成天波蓝的标志了。而且端游我依稀记得这个喷子应该是主开镜玩的，那目前看下来这个机瞄就有点一般，甚至像个火箭筒的机瞄安上去了一样。 SKS 呢宣传片里面看着倒是很不错，可模型一出来我直接就无感了，就感觉还不如拿以前的改模皮去套个熔岩的赛季皮肤好看。下一把短剑它的皮肤风格啊，就像给它I5枪店里面普通武器最贵的那套富豪涂装一样。LK24 的皮肤呢，明显是走了一个大地岩石的那种风格，默认配色呢比较一般，就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改模思路了。最后这把呢就没太多可讲的了，随便看看吧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期手册寓意很明显，就是走了一个金木水土火，但是质量呢就有点一般了，属于是不如宣传片里给我的感觉。相比枪皮，我会更喜欢这次通行证的角色。